学弟会不会被考到？哎呀，就叫你小心一点哦。嗨，各位观众，我是阿姐，欢迎回我们的 GTA 警察模组。没错，我们今天一样呢，是在城市当这个巡逻的警察，一样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案件。那我这次呢，一样有叫了一个同仁跟我一起搭档，两个人好像有两个人的好处啦。哦，好吧，先上车吧。那我其实呢，也有去换了这个维安特勤的衣服哦，但目前我还没找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 call out， 所以如果等我找到比较特别的 call out， 我会再来拍维安特勤的部分哦。我连我们的 biu biu 呢都换成是台湾的 biu biu 哦。哦，各位有一个新的案件呢，有人入室行窃的样子。好吧，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也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还没按下订阅按钮的观众朋友，也记得帮我按下去啊。好，看来是旁边这一间啊，这一间不就是 biu biu 店吗？啊？那这样子，如果有人来这边抢东西的话，想必这个嫌疑犯也是相当的危险的。好 ，OK， 先把车停在这里，我们先进去问一下老板，看发生什么情形。好了，走走走。欸，我觉得我这一个同仁好像看起来蛮威武的呢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来。哎呦，两个人，所以我们是跟女生这个讲话呢。我第一次来看到这种店里面是女生的。你好，我是这里当地的警官，怎么了？你打电话是因为商店有东西被偷吗？他说是的，嫌犯几分钟前才刚离开，他偷了一堆东西，而且还带了一个袋子，那个袋子该不会后面藏的这些东西吧？他看起来是长怎么样的呢？他大概是40岁左右的白人 ，OK， 男生，他穿着灰色的背心跟白色的裤子。我在 CCTV 上看到他，这是他的照片。哇，还有 CCTV 哦，我来看看，看起来应该是蛮高的人啊，然后有胡子。好，感谢你，我们会找到他了啊，拜拜。有照片应该就比较好找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能要先跟情理中心回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找到他的相关位置，我们再过去搜寻，这样会比较快一点点哦。哎，学弟快，地址已经出现了哦，走吧，在300多公尺的位置，想必真的走了几分钟没多久哦。然后也不要打草惊蛇，我们就假装呢是在巡逻，伺机呢如果看到相关的男性呢，我们就把他逮捕起来，这样子就完成我们今天的第一单了啊。我们可以稍微再看一下他的照片，跟街上的人稍微对一下。边右边是他吗？我们假装停在这个停车场好了。他说穿着灰色的背心，手拿一个袋子，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了。我们慢慢尾随过去，因为我怕他身上的东西呢是危险性物品。来，走，学弟下车。没错，是他。我觉得电击枪哦，先拿着好了。学弟有跟来吗？有。哎呀，互相看了一下，没啊。他一定觉得我穿这身警察衣服很帅，对不对？Free！ 欸，他把东西掉了，他把东西掉了，先把他逮到，先把他逮到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再跑开枪了。有其他的分局来帮忙了哦。欸，他超会跑的啦！卖照，卖照，卖照。我的同仁超靠谱的啦，对不对？居然可以跑那么快欸！我们就继续跑，继续跑，他应该会卡住，因为我们尽量不要伤害人啊，不然到时候呢又被人家说这个执法过当啊！别跑了，别跑了！哇，学弟你猛欸，这个当，这个当，这个当，还跑 ？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就叫你不要跑，不要跑了，趴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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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事偷拿人家东西干嘛啊？其他同仁也来了，欸，这个是骑摩托车的呢，哈，好，先补起来。交通警察，欸，我们把他带回去好了，因为沿途还有那一个证物的部分嘛，哦，我们看回去找不找得到，说不定又被捡走了。刚刚应该是要先检才对的哦。来，情理中心，我们目前人在中国戏院跟刺青店的交叉路口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找找看那个东西还在不在哦。应该是掉在那个斜坡那边吧，所以应该算好找的。走。5 minutes later。哎，各位还在，还在，还在啊！就是这个东西啦。这个如果我们在线上看到，可是会吓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捡。不过这捡起来的位置好像有点怪怪的。OK 啦，哦，反正要捡到就好。我们先回警车吧。好了，各位，那第一单 OK 了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巡逻，一样在这个区域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吧。走，上车啦，学弟啊！接下来有一个移监的部分哦，好，我们先进去看好了。
在我们的后面。哎呀，是要开飞机的耶，所以应该是要从洛圣都不晓得飞到哪里去，对不对？把犯人移监到去其他的地方，酷了。怎么知道我会开飞机？走啊，我们过去看看，这一定是什么众多的嫌疑犯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要移监到非本地的监狱啊，对不对？看来是左边的机库那边哦，所以我们绕过去这边，直接从这边进入应该就可以了。到了，应该是前面那台吧？哦，你看它旁边还有警车，前面也有一台警车。那我们把车子停好，把车子停好，先跟他们对话看会怎么样 ？FIB 的哇，跨国合作。他说他们这边有一个高危险的囚犯将被押往这个北洋克顿。没想到我们可以飞往北洋克顿啊，太酷了！我们有一架这个私人飞机，囚犯已经在里面了。我来看一下，哎，真的耶，他已经帮他穿好那个囚犯的服装了呢，哈，酷酷酷！叫我们飞往目的地，然后目的地会在你的导航系统上显示。OK， 交给我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在这边等我了，学弟，你先在这边等我吧。这个飞机可没办法带你一起上去，我们准备开舱了。哦，太帅了！哎，学弟会不会被铐到？哎呀，就这样，你小心一点哦。目前场上都没有飞机，所以没问题，我们直接绕过来就好。你看，你看，哎，这才是架杠的同仁啊，在这边守护着我们啊。好，塔台允许起飞了，走吧。那我们等一下应该会再回来这里的哈、哦。好，收机轮，好，慢慢盘升，好酷哦，哈哈哈。看来飞向那一个点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应该就会直接到北洋克顿了。突然有一种好像要出国的感觉，是不是？走喽，前往北洋克顿。你怎么会来？哦，各位，看来他是会跟着我来的。我们刚刚飞过来休息了一下哈，所以后续的动作是由这两位警官所达成的。所以我们跟这个警官讲话看看。Hello, welcome to 北洋克顿。这边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冷，的确看起来很冷，我还穿短袖。Oh my god！ 嫌犯已经坐在车子上了，应该是那台矮的那一台。他现在我们驾驶他们的警车到这个 GPS 的监狱上，好，所以这种应该算是有点像引渡吗？等等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这台，就是他了哈、哦，有被铐起来吗？看来是有。好，来进来，上车，上车。既来到这种地方哦，人生地不熟，还是多带一个 partner 在会比较好一点。哇，这任务有趣哎，对不对？还好现在没有这个下雪跟下雨，感觉被抓到这里关呢，应该就是那种无期徒刑了。好，右边这一栋就是哦，这栋是监狱哦，啊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好，我们顺着这边的路径来看一下。这个任务也算是简单啦，就是单纯把犯人给带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进去吧。耶、yeah ，这样子完成之后就回来了啊！我的学弟呢？学弟完蛋了啊！学弟可能就是负责后续的押送啊，他应该后续再自己回来了啊。OK， 这样也好啦，不然我自己一个人去好像也是不太行的哈。然后这边的警探他们也都离开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再出去吧，看看还有什么后续的任务。才刚刚出去，这边有任务哎，有人入侵是不是？好了，接一下好了，在另外一边的飞机场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先跟这边的人讲话看看哦，应该是跟警卫讲话。我先把车子停在这里，没错，跟这个警卫讲话看看。他说我们有得到了一些警报，有关于一个男生入侵。他叫我们去问问看周遭机场的人员，看有没有发现他的踪迹。那地图上目前已经有出现了三个点，我们先从最近的去问问看好了哦。这个地勤人员哦，看一下看一下。Hello， 哎，我们收到一个警报，说有一个陌生男子闯进去这里，你有看到吗？他说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看到哎、欸，感谢你的配合，来吧，那我们就去下一个。不过这个机场这么大，要找到一个陌生男子其实不太容易哦。那我们陆续再往这个空桥这边前进看看，这个好像是行李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把行李放进这里面的嘛。你有注意到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吗？他叫我离他远一点，我在工作。哎呦，都发生危险了，还这样子事不关己一样。好，后面好像还有一个，也只剩这一个啦，所以这一个问完应该就会有线索了吧？我在猜。扫地的阿贝，好，来，扫地的阿贝其实应该是知道最多事情的人，我们先跟他讲话。你有看到有奇怪的人在这里吗？
他说他看到一个自称在这里工作的人，但我以前都没有看过他。那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他看到他跑到机库那边去了。机库的后面哦，哎呀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呢。如果飞机出事了，那上面的乘客遭殃，那真的是很大条的事情。我先赶快过去吧。地图上已经有显示出那一个红点了，这个机库的后面哦，这里有一个人开着一台车子出来，但红点没有移动，所以应该不是他。我往这里过去。好，各位到了，我先躲在这里看一下啊。看是，哎，有车子，但这边看不到人。他在弄那个电箱哦，电击箱先拿出来，因为我也怕他会有武器，你知道吗？他可能是要把这边系统都弄坏吧。别动，别动！哎呀，都叫你不要动了！哎呦，对不起哦，各位，其实我不是要敲他，我是想说要电他一下，但被我敲晕了。先帮他叫个救护车好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敲太大力了。他应该没有 GG 啦，哦，因为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嘛。哎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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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出了一点 bug， 然后这个担架，因为我毕竟是重新装的嘛，我还没换这个担架哈，但看起来应该没事啊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就护送着他出去哦，毕竟这里是跑道。然后到医院的时候，我们再看这个嫌疑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那我们就要做完笔录，如果有问题，我们就把他扣进牢里。那我们今天的 GTA 警察模组大致上呢，就发生了这三个案件。下一次我们再看看会变成什么情况吧。如果你喜欢这个些玄幻的影片的话，也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就下次 GTA 警察模组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